所以要太直白了，要有小妙招。对，那首先呢，他说的第一步呢，就是打开你的手机 LINE， 把你的好友那个扫好友 QR code 打开来，然后就朝那女生笔直的走过去。这样不会太直接吗？哎呦，我也不会跟他说，确定？就说那个小姐，不好意思。我们现在店里有在做活动，所以我们现在店里有在做活动，就是只要扫我们的 QR code 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免费招待你一杯酒。我会常常上网看人家怎么去弄，然后发现，哎，我假如自己去买材料，其实不需要花到那么多钱，然后我现在心里就想说，可以，我就用我们台湾人的精神，我决定要自己来弄，然后我就自己去买那些材料，然后自己去铲土，还爬。用梯子哦，爬到三楼哦，女儿墙哦，然后，反正我这是下班以后嘛，下班以后我就去那边铲土，铲个两三个钟头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对，郑多燕都会这样，都会一直眨眼睛，打棒球，二、三，嘴唇要咬嘴唇，四，有吗？咬嘴唇，对，他都会，然后会先眨眼这样子，然后都会穿比较低胸，抿嘴。八，然后来脚并起来。好，要示范怎么样快速折衣服，这也是网络上学来的。对，好，就是先捏这边，然后你就看这边一条线嘛，就也是捏中间这里。然后之后就是前面到这边，然后你再把它拉开，然后就是这样就好。太快！前后面排的，哇塞！就这样，太快！这跟外面店里面卖的一样哎。对对对。